那时，耶稣来到腓利伯的凯撒勒亚地区，问自己的门徒说：人们说人子是谁？他们回答说：有人说是洗者约翰，有人说是厄利亚，还有人说是耶勒米亚，或众先之中的一位。他又对他们说：那么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百多禄回答说：你是基督，永生天主之子。耶稣回答他说：约纳的儿子西门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启示你的人不是凡人，而是我在天之父。我还要告诉你，你是百多禄磐石，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它。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，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被捆绑，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必得释放。然后耶稣警告门徒们，不可对任何人说他是基督。